这广告超多啊，这种免费的就是靠广告啊，啊，不然你可以把网络关掉，就不会有广告了嘛。两步哦，这还需要两步，我一步就解决了啊、哦，我一步就把它解开了，完成。这个游戏，我看一下哦，钱可以干嘛？钱是买提示的，是不是？一步，哎，我通通都只要一步。广告段出来嘞！跳过广告。要打败哥布林了。我觉得应该把网络关掉就不会有了。试一下，把网络关掉看看。关闭网络连线。哦，这样子就算是解开了，可以双重，太简单了吧？哦，这一次缠得更紧了，啊，但没事，还是这样就能解开，感觉我阿嬷都解得开。开始有三条线了。是没打出来。漂亮，三重，选择一个宝箱，好，这个做得好，是吧？哎，现在是没有广告啦，是因为我把网络关掉就没有广告了吗？这个放过来。太强了，阿杰！太会解了吧！我怎么感觉我可以把它全破？先这一步。可以，又过喽！每一关都挑战三重，挑战三重是怎样？三个同时解开啊？哦，简单啊，这什么难的？他有几个我就几重，应该要开始第四条线了吧？幕府挑战，六步以内接受，我接受挑战。OK， 我懂了。过来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呀，差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这两条没消失啊？啊，我要来选角，哎，怎么有宝大宝剑组合啊？来啊，都不要玩啊！嗯，怎么怪怪的？等等啊，这把能算吗？这把能算吗？大宝剑组合，我真的没差，我冒凯先选起来。反正我也不跳啊，总会有人跳的吧？我来一个流星冒凯，这场对战的是露露。降 CD， 直冲大面具，这把应该会开始。其实我们组还不错哎，我觉得可以开始。我们大概有两成的胜率吧。好，跳了，红牌一下。
好，来，我来解开这个，到底有什么难度？解开，做得好啊，阿 Z。太强了，阿 Z。大保健就保持跟健身啊。双重选择一个宝箱，所以我在这边解神解，他给我一个帽子要干嘛？这个帽子要干嘛呢？好像是 skin 了。好啦，我拼一波三重啊。来，我拼一波三重。哎，这关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个题目真的是侮辱我的智商。这我大概两岁的时候就会解了吧。感谢杨基今年冠军，感谢了四个月。杨基今年好稳哦。哦，大概来到我三岁的程度了。漂亮。今年冠军是洋基打湖人哦，洋基应该会赢吧。三重，真的是轻轻松松哎。统一师什么时候可以跟杨基打架？那个是个有机会可以打起来的吗？呜呼，一直过关。20秒之内过关，接受挑战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什么20秒？5秒就够了，5秒就解开了。开始有4条线了，那是怎样？4条线我也不是问题啦。那么困难的耳机线我都解开过了，这个真的没有难度，可以四重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大概是，这个是能四重的吗？啊，它只要放上去就会消失啊，最多应该三重吧。为什么我的排队变成那个啦？我现在怎么不能排队了？伺服器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重开一下。重登一下，哎，模拟器网路断开，真的好舒服。
大家如果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就记得把那个 WiFi 网络都关掉，你就不会吃广告了，真的很方便。啊，就不会一直跳出来叫你氪金了。下面那个就算了，给他一点尊严吧，给他留一点空间吧。登录英雄联盟啊，广告也是要有尊严的。好，开起来了。现在登录英雄联盟都要这个，哎，这个台服也有，哎，就是要什么？你愿意遵守英雄联盟的所有规则，每一场都认真的打，好好的配合队友。我同意，哎，我同意。不同意，他就让你滚出英雄联盟。为什么开始游戏现在按不了啦？VPN 的关系吗？我再重连一次吗？维修了吗？韩服人太多了，能报名牌吗 ？PSG。MACHI， 选这两个就对了。我梦里一直不断的出现这两个字，一定稳，一定稳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英雄联盟一直打不开。那也打不开游戏嘞，重启。好，英雄联盟启动。我的 VPN 卡住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连外卡住了。然后来继续解神结喽。开始的按钮真的坏掉了，哎，先等一下子好了，刚好趁现在来玩，看来测一下其他的手游，测一下可以玩比较久的那种。